很紧张啊，紧张到最后，后来不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。他这个时候本来只有亚兰的妈妈上来，这个时候亚兰的爸爸出面了，因为他们家不是两层楼吗？室内还要打一个楼梯，他爸爸就从楼梯上走上来了。哇，超恐怖的！他爸爸本来脸就很臭了啦，一句话都没讲，脸都挤出了，一直瞪。你怎么嫁人？你现在怎么嫁人啊？他爸爸就这样哎，一句话没。他爸爸的脸吼，个性是面恶心善型的，不笑不讲话，就跟他流氓一样，就是很凶。一句话都没讲，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有讲。他没有说看到我过来就啪，没有，也没有对亚兰做任何事，没有一句话一个字都没讲。可是就上来就只这样子，可是很恐怖哈。哦，很恐怖，比亚兰妈妈吼。巴掌还恐怖，因为你一看到那个时候啊，是啊是啊是啊，等一下我出去会不会楼下有兄弟在等我？那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恐怖。怎么敢没有先知会吗？先你说我有办法，本来就会在码头拜访一下，然后不是才能够？我不可能半夜我先到楼下，不是、哎、你就是谁哈、哦？我带你女儿到她房间里面，你就是把她晒。啊宾馆不会去吧？那个钱都舍不得花，不是啦，非要去人家房间，不是、欸、对, 对, 对，为什么气氛不一样？要偷偷摸摸的感觉，有了，我懂啊，就是这种偷偷摸摸，我们都偷过，你懂吗？对不对？这种是特别开心，那个特别感觉很刺激。可是我再打岔一下，那个亚兰妈啊，那个时候门不是有锁，你是怎么打开啊？哦、对了，我有钥匙啊，所以你有听到声音？阿丽嘞，阿丽，现在有三个，找囡仔多讲多几个，我有三个钥匙啊。你有三只钥匙、哦？对啊，我楼下有，就赶快。那你是有听到声音还是什么？不是，我晚上都是会看小孩，因为我晚上很晚才回来。哦、oh. 啊，我让你去损房，因为他住二楼啊。啊，你可以门关掉。啊，没有回来门怎么会锁？对啊，因为我外面电灯是亮的。啊，我无去的，我有看到一个脚说，啊，亚兰脚为什么那么大？哦、我就觉得很奇怪了，他、哎、一只脚在外面。啊，结果嘞？啊，结果我来里面啊，我等下已经开开啊，我就徛在边啊，我结果亚兰，我还佫唔知边有人，你知无、哎？我想亚兰脚呢变得大啦。啊，结果嘞？啊，我就要甲掀起看，啊，你敢有偌条的呢？里边里边，你就看到两个人都在遐尖尖啦。我就甲又要起来看，我亚兰脚是安怎只大，我唔知带咱朋友等啊。哥哥，一直叫，一直叫，叫我到尾，我叫未动未动，看到一头啊！叫我出来！你本来还躲在人家里面啦！出来，我好讲，叫出来，我好讲。哎，你不检查，我等下啊，不方便讲话啦。对啦，我叫我出来。哎，不是啊，哪有人要看脚怎么变那么大？是来翻头这边哈、啊？你是要翻脚那边呢、啊？然后啦，我疑问嘛。起码是妈妈讲话时间哩。后啦。啊，亚兰都无跟你讲，要传男朋友回来。无啊，因为我暗时无在。啊，伊交男朋友你也唔知。我嘛唔知。啊，你家门讲，伊做啥？你想买门？做什么黑嘛，对不？哎、啊，跟你讲，伊做什么黑？做保险。你跟你骗呐、啊！我骗了点。你昨天跟你骗的啦。就是亚兰表跟我讲嘛，伊唔是做保险的，伊是跟咱迄个大义达是啥物啥物啥物，讲我嘛听拢无得对啦。我讲啊，伊迄个人咁好，伊讲未歹呢，乖乖啊，可以可以。啊，我就讲啊，无咱见一摆。亚兰讲妈，我会上出来跟你见一摆面未？我讲会啊，会使啊，你出来我看卖啊，我家问。哦。啊，迄天伊是安那离开领导？你讲哦，我就怕亚兰啊，我嘛不注意伊安怎离开。你讲，哈，以后找我朋友底下，让你怕爱讲这样算计哦。我可以说话了吗？不够意思哎、欸，女朋友在被打哎、欸。这个时候真男生会站出来，对啊，啊一定是照你唔在、欸，不是，你不可以。又讲又甲亚兰讲，我要走啊，你甲你妈讲我要走啊，亚兰讲妈她要走了，好了，实在伊呀，那就怕我青菜了。哦，啊！结果我去要人，我去酒吧，啊！我一个妈，我是安怎教你的？教出传染病又来告诉我，我拢唔知影安怎。嗯，啊！结果伊就去打电话来，哦，打电话来讲，我回到家马上打电话，啊、打电话就靠我讲，周妈妈，啊，亚兰嘞，啊，我啊干嘛？伊讲叫亚兰听一下，你电话，我就叫亚兰听，啊，就叫亚兰一直讲。没有，你那时候还有多一句哟、哦，多一句什么？你谁？我说我刚刚那个男生，对了，你还敢打电话来哦？他多这一句，哦，很错很错，真的那时候很生气。嗯，哎，你啷嘞？我那伊那边臭吵啊，本来人很臭啊，然后起来了，哎，没骂也没什么，都是我在骂的啊。哦，结果你安怎给老的交代？免交代啦，伊安怎给解释？伊啊，我讲啊，这么大汉啦，你管管也袂调啊啦。哦，啊伊啊教我好就好，啊就安怎就安，伊就讲讲就好啊。哦，哎呀，而且他最后讲话，安尼了，伊才个正式来领导拜访啊，伊个正式来了，啊，一定无传，无提盘手来对无？伊有盘手有啦，提
给你张的那大屁股哟。这个球，这个球，张明哥，这个时候，哎，半身要漂亮。变啊！伊讲我咧泡茶，要不要配茶啊？吃百几块的饼来，啊！我想刚走起来困啊，啊！搁提百几块，买百几块的饼提来，伊唔敢入来啦。哦。好，阮早起先跟我讲话，讲一困啊。哦。讲一句话，再讲妈，他在外面。啊！我讲啊，你在外面那么久呢，我都不讲，叫他进来坐。好，他进来就不敢动，他就不敢动，坐在沙发。哎呦，天哪！他不敢动，欸、他说他怕我。你唔通嫌黑八龟哥，黑是我身上当时仅有的钱了啦。少来，那时候您在飞碟电台有赚钱了。可我那时候钱很少啊，我那时候被人家倒钱嘛，身上没钱了。我不得你没被人商店是当商的。我的妈，太贵气啦！哎呦，我真是被你狂，那太过期的啦。你为什么来骗人家？你做保险的？不是，因为亚兰之前有跟我讲，他说我妈妈吼是最讨厌演艺圈。的人，我说啊，怎么会呢？那原因我当然不晓得嘛。所以那天他问我这个问题，说啊，你是做什么的？我跟他说啊，我不能讲是演艺圈的人啊，我不是说我在主持电台什么，我做保险。然后我岳母还很快的，第二个马上再追哦。啊，你家一个月赚多少钱？他马上问我赚多少钱呢？我说我怎么知道我可以赚多少钱？那我就跟他讲，还可以啦。他说还可以啊，如果以后你们要结婚，你这样子钱是可以养得起一个家吗？他马上就已经问到这个人。那我就说，阿伯早给你困难你，骂你个，没啦骂你个，一马就是，就下面就下面，你自己就衰啊，是讲亚兰一马就微苦的，就微苦的，你是矮啊。啊，因为我不晓得，我说我当然就回岳母说，我会努力啦。我会努力了，我说不要担心啦，这一点，就这样。那后来，你当时到底是有被港抓不？是被港新困呀，对不？不，慢点讲，我很认真。不，可是我发誓，如果没有认真的对亚兰吼，我不会回到家马上第一时间用电话过来，我不会马上隔天要求亚兰说我要拜访你爸妈。爸妈，对啦，啊，是讲你当时。啊，人要娶咱走囝，所以就好啊啦吼。无，伊无要娶，是我问伊的哦。我你当时要娶，你当时要结婚，伊讲较慢的啦，安怎？我甲延期的，对无？有无？你拢甲延期啊？延期讲较慢的啦，过两三年啊。嘿啦。啊，我是惊我连甲娶我安怎？我一个吹呢，对啊，对啊，前面说一百分，现在倒是真的讲蛮多的。好啊啦，前面刚来录的时候，我要请我岳母吃晚餐。